一開咗呢部機先，八重洲 FT 1200開咗咗佢咧，都有一排字，一排功能啊。呢個 ANT 係咩咧？天線嘅選擇。呢度有一号天线、二号天线。好啦 ，IPO 系咩咧 ？IPO 调节接收信号强弱。AMP 一咧就冇咁强嘅 ，AMP 二啊就信号强啲。好啦，到呢个 ATT 系咩咧 ？ATT 系调节接收嘅分配个 DB。有六個 dB， 12個 dB 分配，18個 dB。到呢個 RFLT 選擇接收個頻寬啊，有三六十五個 kHz。到呢個 NB。MB 是光粗啊，安咗佢咧个噪音冇咁大。到咗呢个 AGC 系接收嘅增益，有快、中、慢接收嘅增益。吞即系吞住波咯，吞住波。呢个掣，呢个 key 插电键嗰个插头。電鍵的插頭打摩斯碼，這個是插耳筒風，這個插個麥手麥。 MOX 是什麼呢？ MOX 是手動發射掣，這個就是調個麥鏡麥那個聲量，內面這個呢調個功率，這個 Notch 就是噪噪音啊，噪音掣，降噪啊。CONTAFAPF 撳咗呢個之後咧，轉動呢個外圈呢個降噪啊，降低個噪音。但係呢個掣咧唔適用於喺 AM/FM 喎，只係 SSB 嘅啫。Shift Wave。這個很特別的，這個呢它是例外的。什麼例外呢？例外呢就是 AM 和 FMO 的功能，這個叫噪音過濾微調，調那個頻寬的，這個裡面這個就是頻寬。 Big In 呢就是 BK In， 給你按了安了它，我給你插個電鍵，給你插電鍵，我哋打波斯嘛 ，AF 咯 ，AF 接收聲量啊。到呢個內圈呢個係咩咧 ？RF SQL 接個增益，接收增益，呢個噪音掣 ，Monitor 顯示面板啊。好啦，到呢個 Scope。示波屏啊，示波屏，撳咗 scoop auto 撳定 ，auto 你撳 auto 啦，佢先有個示波屏啊，示波屏顯示27啦，係 manual 啊，用呢個掣轉轉 manual， 是叻啦，選擇掣啊。到到呢個箭嘴啦，呢個褪左、褪右、褪上、褪落。呢個 A 去到 B，A 信道去到 B 信道，呢個來回調轉 ，A 話去到 B 或者 B 去信道去到 A，A channel 去到 B channel 或者 B channel 去到 A channel。呢個 STO 頻率儲存啊，儲存啊，一撳落儲存咗頻率。呢個 RCL 頻率取攞翻出個頻率出嚟，攞翻個頻率出嚟。
到呢個 NAR， NAR 係調節嘅頻率閘啊，調到個閘到呢個 TXW 監聽嘅發射頻率 C1.S 係交個時間同埋交嗰個快啊、中啊、慢啊個 delay 啊 ，speed。Speed 是將 A 的信道和 B 信道分開，這個分開了，上面是 A 下面是 B， 分開了 A B 分開了信道， V 一斜滑縮 M 是將 A 信道記憶了在個頻率的選擇裡面，到這個 M去到 A 記憶，去到將記憶個頻率個 channel 去到 A 信道嗰度記憶咗之後咧，我呢個就係會變咗去咗 A 信道嗰度啦。記憶咗之後，到到呢個 A 去到大 M， 即係將 A 個頻率記憶咗佢 ，A 信道嘅頻率記憶咗佢。冇模式啊，呢個模式 USB、LSB、CW、LSB、RTDY、RSB、Data、AM、USB 呢個啊。快件啦，快捷件啦 ，fast 頻率轉嗰時快啲嘅，快幾快？依家幾快？係嘛？可能唔撳佢，冇咁快，轉得冇咁快頻率。係呢個 band 啦，一點八去到五十 ，megahertz 兆赫 ，CLAR 啊。有一個 TX 啊，呢個接收啊，呢個發射啊 ，CLAR 啊，呢個清除掣 key 啊。嗱，依家想用呢部八重洲 FTDX 1200咧，如果想揾呢個國內嗰個HF 個頻率咧，首先咧你要開著個機啊，安咗個 power 啦，咁啊。通常你上網找到嘅，喺 14.270， 通常就係國內嘅頻率 14.270， 或者係轉咗個 dial， 或者係14.180。通常上網找到嘅，通常上網找到個頻率嘅，但係呢個 USB 咧要轉嘅，如果要一定係轉 USB， 唔係 LSB 喎。如果按住個毛，一定是 USB upper single side band。或者是7.050個內嘅。但是個毛呢度一定要轉 LSB。咁先有人同你講，好啦，剛才咧去咗14.270，咁試下睇下有冇人講啦。Julia Golf Delta Julia Golf Delta Julia Golf Calling CQ and Setting By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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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ng CQ DX This is Delta Julia Golf Calling CQ and Setting By
那种情况是吧？就是像这种风格往上看一下这个。这个哈里斯电台在一天用了多少个摇杆？感谢您回应我的呼叫啊，那个中午好，您的信号到达四川德阳，我的车间在四川德阳，距离成都大约80公里，请问拷贝了吗？拐两栋栋基地台，正为70天线，架设在三楼楼顶，距离地面大约20米，100个瓦特发射，请问拷贝了吗？喂。好，您拷贝完全正确，完全正确。之前和您通联过，然后昨天我去三四 S 厂练习，这段时间请您对查证一下，喂。